王涛云与港星余文乐结婚后，肚皮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老公在三月底终于认了将升格当爸，让粉丝为两人开心不已。过去从未主动曝光孕肚的他，日前罕见晒出全身照，虽然挺着大肚子，但四肢依旧非常纤细，嘟嘴卖萌的模样完全看不出来已经是个准妈妈。但在一张他与好友的合照中，他身穿一袭蓝色长裙，孕肚终于露出来了。从侧身看去，肚子已经很大，但四肢依旧非常纤细，对着镜头嘟嘴比耶的模样非常可爱。而这也是她怀孕以后首次主动晒孕肚，她纤细的四肢也让网友大赞，怀宝宝也没一点多余的肉，身材也保持太好了。虽然她与余文乐才刚新婚四个月，但两人在婚后就频频被传出造人成功，甚至传出她的预产期就在6月，但双方一直都未有给出响应。不过看这孕肚大小，应该距离产期也不远了，就让我们静待小宝贝出生的好消息吧。